主语名字叫做弥善，我今年六岁，我是卑南族。比如你妈呀，一起放松。我今天要唱的歌是谢谢您。
起练习沙哈喜欢。那这个单词总共两个音节 ，sa 是沙 ，har 哈，沙哈喜欢，沙哈喜欢。我喜欢唱歌、画画，请多多指教。一起发声！我今天要唱的都是美丽的小鸟。Yeah.
一起练习海燕鸟，海燕鸟。那这个单字呢，要注意的是哈有一个喉塞音，海燕鸟，海燕鸟。大家好，我叫孔继渊，我今年七岁。我要讲的故事是《巨人的花园》。这是大巨人的花园，大巨人很久没回来了。那阿拉克萨哈到花园里游戏，他们在花园里荡迪格鲁万斯门奈跳舞，很快乐。那哈亚跟着斯门奈。大树也随风摇摆跳舞，花园也很沙哈。这些小孩，有一天，巨人突然回来了。巨人看到花园里有很多小孩在嬉闹，却生气大喊：“这是我的花园，我不准外人来这儿玩！”那阿拉都吓坏了，巨人把阿拉通通赶出他的花园。自私的巨人盖了一道很高很高的墙，不准其他人进入他的花园。那拉拉常常在花园外徘徊，他们还是很怀念美丽的花园。卡斯弗兰，但花园里的植物和海燕因为看不见拉拉，都失去了活力。海燕不想什么奈，大树也忘记开哈布。不知道为什么嘎瑟弗兰还不来，巨人躲在屋子里，觉得好冷好冷。今天巨人听到花园传来悦耳的音乐声，好奇地前往查看，原来拉拉有偷跑来花园，但是树木看见小孩开始将自己打扮得很漂亮，海亚唱歌，花朵也伸出头。巨人说：“我知道为什么嘎斯弗兰不肯到我的花园来了。孩子们因为巨人的出现都逃跑，只有一个阿拉没有逃跑。”巨人笑着对小男孩说：“欢迎！”小男孩开心地拥抱巨人。巨人心想：“我要让我的花园永远成为阿拉的乐园。”孩子们看到巨人变得和善，纷纷跑回来。巨人把围墙推倒了，巨人对着小孩们说：“这是你们的花园了，来游玩，谢谢你们带着春天回来。”我们刚刚在故事里面呢，有一个单词 Alak 小孩，那 Alak 呢是指一位小孩。那如果今天我们想要讲小孩们，要怎么讲呢？ Lalak Lalak 小孩们， Alak 小孩， Alak 小孩。我们再练习一次，谢谢你。
小鸟。我们一起练习撒哈喜欢，撒哈喜欢，哈燕鸟，哈燕鸟，阿拉小孩，阿拉小孩，南宫嬷嬷那乌勒多拉。三四，撒姑妈的梨花儿，我爱你，我爱你呀。二三四，福来那哈呀，福来。你唱是两只老虎了。再次，妹五。好，准备。我看到了。